小小扭蛋，大大欢笑，欢迎收听《欢乐卡恰蹦》。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蹦》，我是糕点姐姐。小朋友，你今天快不快乐？心情好不好呢？今天是一个快乐的小周末，同时也是暑假当中快乐的一天。糕点姐姐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小朋友，并且是一个快乐跟随主的小朋友。因此，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就一起来复习在上个星期以及昨天的节目里所学习到的歌曲《快乐跟随主》，希望这首歌曲的歌词可以变成小朋友你生命当中的祝福，希望你可以在生活里就来跟随主，而且是快乐的跟随主。那么糕点姐姐在这里先帮你把第一段的歌词以及第二段的歌词再从头的复习一遍。它第一段的歌词是啦啦啦啦啦啦，六个啦，真快乐，我能见证见证主耶稣，我用好的行为见证耶稣，让主名得到荣光。第二段的歌词是啦啦啦啦啦啦，真快乐，我要跟随跟随主耶稣，我要与主同行，跟随耶稣，神的羔羊就是他。那么我们现在先再熟悉了一遍这第一段以及第二段的歌词之后呢，紧接着就邀请你跟着歌曲的旋律，我们从头到尾来复习这首歌曲咯。来，小朋友，在今天我们一起复习到了这首歌曲《快乐跟随主》，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变成小朋友你生命当中的祝福，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里面外面上面下面天天都快乐的小朋友，而且用这种快乐的心情来向天父献上感恩。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每一个步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因着上帝的祝福，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也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平安。那么小朋友，在这里糕点姐姐也鼓励你更多更多的透过圣经故事来了解我们的天父是一位
怎样的天赋，然后按照天赋的旨意来做一个天赋所喜悦的好小孩，我们快乐的来跟随主。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邀请你来收听今天完整的欢乐卡恰碰节目内容，请你点选收听节目，点选欢乐卡恰碰就可以听到今天完整的节目内容咯。我是糕点姐姐，我跟你完整的节目里见。 See you。